哎，小姐，哎，V4的惩罚是不是要结算 ？V4 的惩罚，对哦，我太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来 ，V4 的惩罚，看来我应该是第一名了。哎，对吧？是该结算一下 V4 的惩罚了吧？是，我们来看一下总结。所以我们要惩罚什么？先看总结嘛。我14000嘛。你们一万四。姐，是吧？看一下小杰的，31000。31000耶！哦。不是你要惩罚什么？健保那种，摁死。哎，你老师。三个，摁死他。对的，所以现在到底要怎么？我怎么知道是你们要怎么惩罚？我要怎么惩罚？我一定很简单的办法，就看乌鱼子吃下去，然后我就惩罚结束。哇塞！无聊。无聊。like 按起来，我喜欢那影片就是 like。其他是蟑螂卵，我不怕，我不怕蟑螂，我好烦哦，惩罚哦，我是觉得不要太过分啊，因为哪一天哦，球度也给我，你知道吗？男人半女，那你们都没有想惩罚，然后就从那边就这样子，然后跟我虚张声势过来，没有，其实呢，但是我就觉得有点更奇。那个前阵子我们清冰箱啊，清出一些来不及消掉的那个肉，然后我切开发现那个味道。哦，上次停电那一次。我在想说，我一直很好奇，这种味道到底有没有人能忍受？例如说超过10秒不要之类的那种干。很冰耶！不可以，不可以停止呼吸哦。等一下要有一只手在我这边，然后看我鼻孔，我们在吸气。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来，来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我们一镜到底哦，没在停的，一镜到底哦，没在停的。你自己不剪了，不剪了，来，拿食物拿出来。哎，我就要带公司去找。我帮你找，因为因为是我亲的。你买的，你买的。对，我买的。为什么从那厕所里面搬出来冰箱？因为我今天刚清过冰箱啊。有什么毛病？冰箱没有，因为刚刚他清完冰箱，他说冰箱里面有些肉坏掉，很可惜，我才想到有这个东西可以惩罚。啊啊啊！你钻到手了，在惩罚之前，我们自己先测试一下，不要说我们不够意思啊。你今天可以，我自己先测试一下。不是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今天有闻一秒我就快挂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开技能了，开技能了！来，看看你的状态如何。这个防毒面具在上面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不要吸完的时候就三二一，哇！欸、怎么办？我觉得这处罚有点无聊哎、欸。再讲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放那边放太久了啦，它跑出来了，慢慢渗掉了。哎呦，我来，我确认一下哈、喔。你的手很臭，胡子。这样。我觉得是它的阻抗太高了。Round two， 来，这边有，这边是有个洞，你把鼻孔嘟进去，这样子。我现在已经整个，我的鼻水已经爆发了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抽到会在你鼻腔里面留至少一个小时哦。你
怎么回事啊你？没办法，好，这个惩罚算你过关好不好？算你猛，算你猛，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认输。来，万小蝶，万小蝶，喂，来换我，总算换我来，坐下。你不要干嘛，要干嘛？坐着。真男人，放这么大，不是？帮我把他手绑起来，我去准备另外一个。哈？要玩这么大吗？你想跟我想的一样吗？你是不是想要在他的那个椅子下面，然后挖一个洞，然后拿那个绳子绑一个，然后里面弄下去？我来好了，我来好了，胡子你多给我。哇塞！欸、这是怎样？这个塑料真的是解不太掉哎、欸。这样子它是跑不掉了吗？你跑跑看。我太纠结了。你跑跑看。还好我今天有先把这个东西热好。这什么啦？加热过的盐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看这个画面，等一下是要拷问一个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在想小杰可能要对他做点什么问题啊，像是什么超速快打，或者是诚实系列。来，手机，我手机啊，要干嘛呗？要解锁，不简单。没错，等一下是不是？好，我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看好多妹哦。现在是这样子的，健保的赖有很多妹，有没有？我们他妈就一个一个打，然后叫健保跟他告白，直到成功为止。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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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玩那么大哦。小林，不要。我到底在录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小林是谁吗？小林健保前女友。不要跟前女友很麻烦。小林前，哎、欸，冤有头债有主哦。不要接。喂。喂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回家。哦。那个，没有、欸，就是想跟你说，其实我很喜欢你。哎、欸，好，没事啊，对啊，就这样子，很烂。我说的是要跟他告白完，他答应你啊，没有答应就是下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下一个，那我拉拉是不是？拉拉呀，是我拉拉，不行啊，那是我的国小青梅，那是 Lara。好，还要免费通话啊，我像什么恶鬼一样哎、欸，准备好了，蛮正的，蛮漂亮的，喂，哎呦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喜欢你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很高兴啊！妈妈，我知道怎么解释，谁要不要嘛？我就一句话而已，要或不要。OK， 拜拜，拜了！哎，怎样？我到底看了什么？要放点感情，没有感情。那前面两只让你练习一下，我们下一位。这个人好可爱哦，叫哆瑞咪耶。看哆瑞咪。哇、哦，好可爱啊！哆瑞咪哆咪哆咪，瑞咪发发咪瑞发。他没接，我又给你一次。哇塞！所以健保的通关条件就是有人要跟他在一起。对，没错，健保成就女朋友了。太严苛了吧？哎、欸，姐，他很运气好哎、欸。他今天换我试一下，因为我下一个想要来个猛。有没有梦琪？有梦琪啊！梦琪不要！梦达可以吗？梦达是谁啦？三叔，铁牛一定会说真的哦，我也很喜欢你。健保闪亮亮的蜡哎，亮亮，你哦，干，我们都没有哎。你上次是不是跟凡青带他去你家，然后是不是就跟人家要了？要你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叫黄宝亮，我不叫黄宝，我叫闪亮。反正念，我叫什么？从上次见面之后，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有上好笑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喂。喂。喂。Hello， 嗨。哎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就是上次我们不是有烤肉吗？反正就自从上次烤肉完之后，反正我就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？最近因为黄标的关系压力太大，哎，是
真的有点大，真的有点大哦。所以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我不要。好了，我们打车，下一位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尴尬，我觉得超尴尬，这一片超级尴尬，我就是不会打电话给女生哦。那你超不会，我只会聊天，我根本不会打。你要理他们。我觉得晨晨跟松鼠学妹就略过了，这个太常出现了，我就是要干，我就是要干。尴尬，我全身在流汗，我真的哎，好湿啊！真的，没有跟女生告白是这么回事哦。我今天跟女生告白，对对，我对告白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告白。宝亮只会说，所以我们现在关系是，就是这样，哎。这个很不错，瓶子哦，确定哦。你讲我讲错，瓶子哦，一样啊。他蛋，你先跟我讲故事背景。我们想对，等下先讲编剧，编剧来，编剧来了。瓶子是谁？瓶子是我一个舞蹈系的朋友。你那时候我正好在那里跳舞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爱上你。跟我再说，太尬太尬，不要讲，不要说尬吗？你要说，我最近心情很差，但是我最近想一想，我觉得你蛮好，可以跟我在一起。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打，不要给他机会，我都给他那么多饭粒了，先打。那他就看到他被绑了。嗨。哎哎，我现在不能视讯。把声关掉啊！把声关掉啊！来，这女生呛，我喜欢哦。看，我不喜欢。喂。喂，算了。你可以不要那么 man 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排练啊。啊，你到几点？点吧，是啊、哦，所以现在可以讲电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我怎么会讲？我找他接电话啊？啊，找我怎么接电话？不知道哎，可能想说我太有魅力吧。吵死了。没有啊，就想说，想说，哎、欸，哎、欸啊，有没有做我女朋友？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突然？没有为什么啊，我只是觉得你一字马很漂亮而已。顺鸟，顺鸟跟我在一起。好屁呀、啊！不要！下次你再一次忙给我看，拜拜。拜拜了！什么状况啊？什么状况？我帮观众找到下一集的婚系列对象了。你看我这个伙伴多么会长。更多新的知识吗？欢迎订阅我的 channel。 可以吗？你下次就不要给我输。我是不是帮兄弟走出人生，不想你心上的阴影。老爸，我现在还有梦想。不要，对啊，你心中最有梦想是不是？不是，所以我就不断觉得是嘛，还蛮好。我觉得男人界的女生非常有魅力，所以我们要打给梦想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我觉得不错，这样，那就这样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好了，今天影片结束了。该回来了，谢谢你了，我小姐。妈的，没那么多 ，Goodbye。